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15日，周日，明天就要开盘，我们做一下下周的一个操作策略。首先，周末有比较重磅的消息出台，证监会调整优化融券相关制度，更好的发挥逆周期的调节作用。那这一方面，周末发酵的也是比较厉害，我们就不多做赘述，还是从指数本身去做一个走势上的判断。首先，大级别3418以来的五浪调整这一点没有任何的改变，而且个人认为3053这个点在拉出一轮上升之前不会被破掉。从短期来看，9月完成了之前下降趋势压制的突破，但这个突破之后还需要震荡回踩，我们之前也说过，然后在震荡中再次出来了一个斜率更小的一个下降趋势压制，但是走到周五下方出现了一个水平支撑，因此短线来看，下周会对小级别的这个下降趋势做一个突破，但是突破之后还需要再度回踩，最终再回踩之后这个点基本上就是底部箱体最终的一个构筑完成的点，也就是说，10月底到11月初，指数会迎来一波比较明显的持续性的上攻行情。那这是指数，因此在指数还没有能够拉出持续的上升之前，我们还是围绕着短线题材去操作。那其实大家也都可以发现，近期只要是在主线华为或者药里面操作，赚钱效应可以说爆棚，和上半年的人工智能没有什么区别。9月以来，妖股辈出，金融技术、华映科技、金轮电子，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核心，包括近期的欧菲光、盛龙股份。然后我们可以发现的是，非常多的这些妖股走出来，下方和上半年的人工智能一样，都是底部三角形。这边举个例子，比如说近期走的非常强势的永辉电器，这样一个三角形突破，突破当天是一个炸板，那如果敏感的同学，这个点直接可以介入打板，之后迎来一个上升。还有，硕贝德，同样的底部三角形，完成突破之后就是一轮强势的主升。那上半年我们经历了像万兴科技，还有像拓维信息等等非常非常多的老粉都知道，这些个股全部是底部三角形走出来的。那么，同样的这一轮华为，非常多类似的个股，那现在虽然看似涨了非常多，就和当时人工智能第一轮一样，我们看万兴科技第一轮底部三角形完成突破之后，虽然涨幅已经极大，但是之后再一轮上升，更是再次翻了2、3个倍。所以，整个华为这些个股都只是上涨途中，但是需要注意，下周会进入一个剧烈的分歧，包括人工智能之前上涨完之后，也是震荡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然后再度开启主升。那么，像这些，比如说刚才说的硕贝德，周五在经历了20厘米涨停加速之后，预计下周无法完成再连续的加速，从周线上就比较明显，那么会走出一个箱体的震荡。这个震荡过程中，你去做高抛低吸，你所获得的盈利可能比走一轮主升还大。就和最近的长山药业，我们在视频中反复的说，个人就在里面操作，那么
每天冲高10个点回落，然后冲高回落，你去做低吸。光是从礼拜三到礼拜五的高点，如果你做得好，40个点，那个人这3天超过30个点，而且这些买卖点都是提前都已经告诉大家的，箱体、上边沿、下边沿，周四明确和大家说会做一个大阳线的突破性上涨，然后高点，老粉都知道。高点连线摸到就是卖点，那么长山药业走到这里，下方突破之后去做一个回踩，踩到又可以继续买。整个药的上升还没有终结，可以看到趋势连接，在回踩之后刚好连上，只要不破，你在这个点低吸，不破线，新的上升就来临。那如果对于买卖点还把握不好的朋友，老粉都知道在哪，新来的朋友不知道的，用平时发朋友圈或者跟亲友聊天的，搜同名的古北打板哥，里面对于这些个股的讲解会非常的详细，关注就可以去看。赚钱效应爆棚之下，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的行情。大盘疲软没有关系，两条主线牢牢的把握。像汽车方向的盛龙股份，6连板，下周面临趋势压制的突破。那一直看我视频的肯定知道怎么样操作的，能够突破站稳，那么以这条线作为新的一个支撑，发酵后续的行情。不能够突破站稳，就意味着需要回踩或者需要做一个震荡之后再突破。那么6连板，下周首先关注开盘价格，然后根据这条线去做一个操作。其实有很多个股我不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方法都已经告诉大家。我觉得学会这种方法，比我告诉你什么股能买、什么位置该卖会更加的重要。就像农联科技，为什么我们提前很多天就告诉大家，拉到13就是卖点？你只要学会了这两个点一连，然后对应的级别一看，这个点是不是高点？非常的清楚。你卖掉之后回落20个点将近，那之后是否有行情？对于这只个股，我也在铁粉地址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感兴趣的都可以去关注。包括像好上好，虽然周三80多的一个换手，但是直接说了这只个股行情没有完，走势决定它底部起来的一个力度。其实好上好，同样的，发现没有？就是一个大斜边三角形突破，那这样的个股你怎么可以不重视呢？那么同样的，我们又挖掘了一只高新性，刚刚突破，目前在一个震荡。我们周三在视频里面告诉大家，周四早盘跌7个点。有什么不敢吸的呢？现在华为一直在说高抛低吸，高抛低吸，特别是对于这样的趋势股，不是连续涨停的去打板的股，一个三角形的突破，跌7个点，你去低吸，到周五做一个卖出，15个点是不是很轻松？这些都不是马后炮吧，都是在视频里面明确告诉大家的吧。另外，本周又挖掘了一只底部三角形非常好的一只个股，大家也可以去铁粉地址看。那这里另外还有一只卓翼科技也可以看，同样的都是刚刚突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华为整个行情，即便之后2周出现震荡，也只是上升。
第一阶段的上升，后面还有更猛的行情，和上半年的人工智能甚至强于，至少会达到一样的程度，这是个人的一个判断。那所以整体来说，下周指数大概率冲高回落，不会走主升，没有到。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围绕着华为，围绕着药这两大主线反复的操作，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我们明天再见。